喂，黄佩远，我是谢恩杰。你有没有询问他爸的电话？是不是他晕倒了啦？快点啦！喂，雷建龙，我是谢恩杰。你有没有询问他爸的电话？喂，彭老师吗？我是谢恩杰。你有没有询问他爸的电话？嗯，喂，森爸爸吗？我是谢正杰，身为他晕倒了。嗯，我们在去医院路上。这是沈伟的电脑断层，在他右后方枕脑的地方，明显的可以看到有肿瘤，周围还有一些阴影。整体来说，肿瘤比上次应该大了一点。先上去好了。你就是打电话给我的那位同学，对不对？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已经很晚了，你要不要赶快回去啊？谢谢你啊。沈伟，他有没有危险？沈伟，其实他这个已经是老毛病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你赶快回去吧，已经很晚了。再见。我希望是一只候鸟，带你飞往温暖的小岛。希望是一双舞鞋，让你听见我的心跳。接电话，你在大便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你家楼下啊。你在哪？我不在家，你要干嘛？你说是不在家啦。我明明看见房间灯是亮。眼花了。
最好是我眼花了啦。你眼花了啦，真的。你真笑哎呀、喔！你有没有帮我拿讲义？当然没有啊，你以为我是你的小天使哦、喔？那你的嘞？你的借我。我不借啊，你跪下我就借你。你不要。那我不借你，你走吧。开门。拜拜。开门。眯眯眼，开门。开门，眯眯眼。开门啦！这么多、哦，你答案借我看一下。不借，谁叫你翘补习班？借一下会死啊！会死啊！是什么？根号。你干嘛翘补习班、啊？就不想上课啊。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你送沈伟去医院，对不对？你们怎么知道的、啊？你打电话给那么多人问他爸爸的电话，我们当然都知道。哦。你什么时候跟那种人混在一起？哪种人？就你知道那种人。哪种人？就 gay 啊 ！gay 啊，你变态！谁变态？说是不是跟他在一起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你说，你说，莫安，你太阴险了！你说，你完蛋了！快说，你说你是跟他在一起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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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说，你是没有啦。报告。这是你今天早上考的考卷，考得还不赖啦，但是应该可以更好才对。你昨天没去补习班，去找沈伟，对不对？去找他有什么事啊？没有什么事啊。没有什么事。那去联络感情？没有啊。没有。你想上前三志愿对吧？对。
听不到。对。沈伟那种人可以不在乎学测，可是你是要上前三志愿的人，你们不一样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听不到。知道。好，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志杰，谢志杰，听说你昨天送沈伟去医院。嗯。去医院以后还好吗？那还好。你有没有碰到他爸爸？有啊。他爸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学校让他转班之类的事。没有哎，他只有叫我早点回家而已。那就好。你怎么会跟沈伟那么熟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跟他很熟。那你去上课吧。好，主任再见。沈伟的事，鲁浩知道了，詹老师知道了，张主任知道了，全校都知道了。很快，连我妈都知道了。他们都担心我跟沈伟会混在一起。小杰啊，我妈妈说，你跟两个同学昏倒，我送他去医院。有没有这个事啊？没有啊。怎么都没有跟我说？忘记了。那同学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不是啊。你跟他很好吗？一点也不好。真的？真的一点也不好。我跟你发誓，不会跟他混在一起。哎，你怎么要这样对嘴喝牛奶啦？你这样喝了谁还能喝啊？哦，这个小孩真是，要把牛奶喝完哦。他们担心，我理解啊，因为沈伟是那种人，而我是要考学测的这种人，不应该混在一起。其实我没有大肆宣扬救人一命的丰功伟业，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和沈伟混在一起怪怪。但是我有点罪恶感，还是会偷偷来看沈伟，这是我的秘密。说到秘密，越老的人越多。加油！加油！手够长一点。你好像也长胖了。哎呀！
那天爸带我和妹妹去采桑叶，算是快乐吧。到了家楼下，爸没有下车，就这样坐着，坐了很久，很久。他有秘密。说到秘密，越老的人越多。已经国三了，还一天到晚混网咖，这样怎么考学测？你高中想读哪里？读家里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再这样一天到晚混网咖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就怎样？对，和我一起说。说到秘密，越老的人越多。什么客户啊？你每次都说客户，问你什么客户，你又说不上来。哎，你音量放小一点吧，小朋友在睡觉，要把他们吵起来是不是？你还知道小孩子啊？你每天那么晚回来，他们都已经睡着了，你根本见不到他们。你还这么大声呢、啊？交际应酬，还不是为了公司？
你不喜欢？是你不喜欢。你少讲那么好听了。一个礼拜七天，你有六天在外面应酬，都是为了公司。你怎么样啊？你就不能够分三天给我跟小孩子？爸爸不让妈妈知道的，妈妈不让我们知道的。大人就是有很多秘密的人。可以了吧？累。其实在外面当空姐当然累了。你累，你累我不累了。我每天要上班，回家还要照顾孩子，还要做晚饭，还要教他们做功课，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弄。抱着我回来就累，好吗？那你不要回来啊！不想回来啊。我偷偷来看沈伟，我也开始累积秘密。我也渐渐变成，大人。书要收好了，不要被我爸看到了。生病还看这种书，想流鼻血。我也没有要看啦，只是在院无聊，我叫我爸拿些书给我，他在我房间随手收了一箱。他一定不知道会收到那个。其实那一天，我有想跟你说对不起。你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是我跟张老师说你在班上带头唱歌。你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害你转班。转班就转班啊，反正我和张老头本来就不合。可是你转到后段班呢？后段班就后段班啊。那你学测怎么办？我有脑瘤，所以我才会昏倒。医生说我随时都可能挂掉。你觉得我还会在意学测吗？既然你不在意学测，那你还去学校干嘛？小杰，学习不等于学测。我去学校是为了学习。学习不等于学测。对。学习不等于学测。我忽然想到他说过的，影响力是很可怕的东西。他即使病成这样，躺在病床上面，还能教我这么多东西，真是高深啊，高深。仙姐，来看沈伟啊。嗯。我回家了。再和沈伟说说话、啊。我再不回去，我妈会骂。真的、啊？嗯。好，那你早点回去。爸，没关系。小杰后天会再来，
后天会再来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后天会再来吗？嗯，对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那你小心一点。好，拜拜。来，吃便当。包天，我来啦！你来啦！这是什么？检举信。这次我要直接寄到报社。你帮我寄一下。我帮你寄。我不能给我爸，他不会帮我寄的。而且，他要是知道我写检举信。他就会起笑。可是我不知道地址。你白痴哦！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啊。记住，不要用传真的，不要用寄的。传真的不知道谁会收到。你要就直接寄到文教版。你真的这么讨厌张老师哦？当然啦、啊，他把学校搞成只有学测哎。你不讨厌他吗？我讨厌啊，讨厌。哎，你该不会又要去打小报告，告诉詹老头吧？不会啦，我想我也是讨厌他的。这种题型非常重要，学测一定会考。考的观念就是负负得正的观念。学不会就背起来，背不起来就吃下去，懂不懂？懂。听不到？懂。我听不到。懂。下一题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万万也不流泪。想上音乐课，送几张周杰伦跟蔡依林专辑就好。上什么音乐课？可是沈伟的意思是说，学测不等于学习，是你把学习变得只有考数学而已。上音乐课，送几张周杰伦跟蔡依林的专辑就好。上什么音乐课？沈伟，小姐来了吗？哦，把门关上。信都寄了吗？寄了。每个报社都寄了。寄了。谢谢。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
什么东西？在那个柜子上面，你拿一下。左边那个。跟你说过了吗？生病还看这个？不是啦，你翻到第二册第192页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把漫画借给你，慢慢的你就能理解了。我们就是北条和浅见，我们要改造台湾。啊？这么酷哦！考不上前三志愿，谁理你呀？改这个屁！而且如果你数学好一点的话。你就不会这么讨厌郑老师了啦。北条和浅见，我们要改造台湾。啊？哦。神伟坚持把盛唐教父借给我。因为我们要改造台湾，还改造台湾啊？他不知道我最近一阵子人格分裂了吗？在张老师面前是个好学生，在省委面前又是个革命党，在补习班想说省委的话，在省委家里又想变成张老师。对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人格分裂了。今天跑哪去了？武行那边复习数学。你看吧，我在妈妈面前说乳号，我在省委面前说姓纪了，我已经人格分裂了。哇！哥哥教我数学。你个人格分裂了。教我数学。我不会教你别的。那教我跳舞。我还是教你数学好了。教我跳舞。数学啊。跳舞。跳舞。93/27。93/27。你写25当然错了。哥哥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好厉害哦！你没有听过99乘法表吗？没有，老师都不是叫我们用99乘法表的，老师都是叫我们用新数学的。那你们都怎么算？
9+9=18，18+9=20。我告诉你，9×3=27，你只要把它记下来就对了。8×3=24，4×4=16。6×2=12，6×8=18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28，都是你算的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都是你算的，我不听。不想补习了，我不想补习了。怎么样？你们有东西不要讲话，把饭吞进去。我不补习了。为什么不想补习啊？因为每次都是张老师在补习班算一次，然后隔天在学校再考一次。补习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都是张老师算的啊，都不是我算的。关于补习的事吗？我不想补习，是因为答案都是张老师在算啊，都不是我算的。我只是觉得，我想试试看自己的实力。试试看自己可以考几分，试试看自己算的，自己的。我懂。你懂？我当然懂。我不但懂，而且我还同意哦。不过靠自己的，那要很用功哦。我会很用功啊。有多用功啊？比现在用功。好，那这次考试如果数学可以考到95分，你就可以不用补习。80啦。95。好，95就95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约定喽。好，我要在你房里多待一会。如果太快出去的话，
你妈妈会认为我，会认为我敷衍了事、啊。又多了个秘密。又多了什么？没事。好，那晚安。晚安。数学可以考到九十五分的话，他就可以不用补习。我在想，他应该考不到九十五分。计程车的话，我数学可以考一百分。那天九九乘法表示间，我发现我人格分裂了。我没有我，我都是别人，我都是别人算的。搞笑的人突然感到一丝凄凉。如果那三分钟就是刷完这两页的话。数学可以考三百分。所以这次月考数学考九十五分很重要，全世界第一重要，因为我要摆脱詹老师，摆脱沈伟，摆脱汝浩，一切靠自己，加油。如果北条在第九集就死掉的话，我数学可以考五百分。考卷分为两种，题目卷跟答案卷。先发答案卷。答案卷不要乱画啊。这次段考占学习总成绩的20%。大家好好考啊。考试时间从9点
到9:50。都有考卷了吗？有。我听不到。有。法力无边呢。好，翻开考卷，开始考试。95分，就是几？加油！和平人会成飞，满战舰教室好像东京下了那场雪。操场的秋千翻越，整个地球带我看看另外的世界。哦哦，桌子坏了，像披萨斜塔的鞋。Oh, oh. 在数学考卷签上马关条约。Oh, yeah. 黄河后门边的五柳树探险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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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我坐在教室里面环游世界。我想到达的目的有多远，闭上眼睛没有到不了的。会成飞，满战舰教室好像东京下了那场雪。草草的秋千翻越，整个地球带我看看另外的世界。哦哦，老师训的话比文言还文言。哦哦，在黄河路上看见整座校园。哦耶，旗杆升起，法国革命第一页。哦哦哦哦哦，我坐在教室。